时间，我直接没法交代。再说了，你这边你也不能不给我留一点利润，我不能白做呀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也不跟你多讲了，你就29吧。29你也没少赚钱，咱们都得赚一点，不能不赚呢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，我还不知道能他能接受。29，运费你自己出。那可不运费原来就是自己出吗？是东岸的。东岸我知道，它礼包价的，过了以后才很便宜。我知道，我以前都买过，我当时因为我给觉他得们说是我买过。